早上这拉面哥拉发早餐的多少人？早起拉面哥管这些主播吃饭，早上发早餐的。我现在后面拿了，完了后面，来了，老铁们，我还走没没？我的这边不给，我还不吃早餐的呢。还好这个，看到了吗？还好这个，全管你，全在看着你们了。我现在哪能不慌哈？每天早上都得。还好这样，全国人民都在看着你们了。啊，家人们都有点受伤，还好对。有点受伤，不要插队啊。排好队啊。对，排好队。全国人都在看着你。不要慌啊。全国人都在看着你。吃饭的都在后面排队。吃饭的都在后面排队。还好这样。哎，二车的爱心早上，哎，你吃饭就吃饭，不要在这聚啊。早上的早上就走。我那个碗呀，没有碗。来，给你一个碗，来。啊，徒弟。一人两块，啊，不排队的没有饭啊。有那点素质。不吃了。啊。别哭，那个碗不啊，碗不够了吗？啊，徒弟。徒弟。啊，排了的就走啊！啊，你往后边走，然后让他发，好、啊，让他发，啊。那给我拿这了。来啊，这是二哥的爱心早餐，知道吧？手工的是做的啊，二嫂做的，做了一早上了。啊，跟二哥做了一早上。上上上，上那边，这边都不是排队的，上那边。啊，你排队了吧？对，哎对啊，对，把到这里，放这里来哥，啊放这里来，要不嘛，这是布，这是布，叫什么？都有啊，啊。给我一个，给我一个碗。你一个碗，别玩了。碗没碗，没有给我放完了。二嫂辛苦了，对，这是爱心早餐，希望你们点点黄心，分享朋友圈。这是二哥家的门口，现在有我眼睛的在这里带一发早餐。小孩